参见玉皇陛下。众卿平身，诸位都是精英会百里挑一的人才，得你们相助，大事何愁不成？近日来，我装作纵情声色的样子，难为众卿一起陪我演了这出戏。主上未成大事。 不惜将自己变成一副沉溺酒色、自暴自弃的样子，这实在是避实就虚、迷惑敌人的妙计。过几天大婚之日，正是我们一举歼灭逆贼的举事之时。对，主上英明，我们一定要向雪里还有风刃这两个乱臣贼子，把若飞的仇讨回来。先皇病重之时，因怜我年幼。 将虎符列为三块，分授于我雪氏，还有风刃，这本是好心之举，不料酿成大错，令大权旁落，使我备受掣肘。万幸，经我多年苦心经营，我方的暗哨已渗透至禁军的各处，一切事宜已经水到渠成。陛下是我们雨氏皇族的正统第一。 我们应拥戴陛下，共襄盛举。拥戴陛下，共襄盛举。好，这不是为了我丰田一个人，而是为了我们羽族能够山河永固，海清河晏。我和你们一样。 可以把个人的生死抛诸脑后，明日一战，不成功，便成人。誓死追随陛下，不成功，便成人。诸位的牺牲，我丰田一永志不忘。